没想到万元上下的 Xperia 10 Plus 也可以拍出这样的奇迹美照哎！不管怎么拍的，就先给我来一支吧。Xperia 10 Plus 拍照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可以拍出21:9比例的照片，再加上 Xperia 10 Plus 有84度广角镜头，很适合拍摄广阔的景色哦。也因为21:9的构图比例，就算是拍摄日常的街景，只要调整一下颜色并注意构图，很容易就可以拍出具有电影氛围的照片哦。接下来看看静物拍摄的表现如何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拍摄鲜艳的花朵 ，Xperia 10 Plus 维持 Sony 手机一贯特色，颜色就是准，在色彩表现上非常优异，不会偏蓝或是偏黄色调，还原真实的颜色。Xperia 10 Plus 搭载双镜头模组，在一般拍照情况下是使用1200万花素 f1.8 大光圈相机来进行拍摄。我们可以看到能够拍出自然的景深，边缘锐利，画质扎实，不会觉得松散。对焦能力也是检视相机很重要的一环。我们可以看到 Xperia 10 Plus 能够精准对焦在蜘蛛网正中央的小水珠，呈现美美的全景深。另外，这一次 Xperia 10 Plus 还加入了2倍光学变焦拍照，对焦距离稍远的景物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成像品质哦。啊，走走拍拍，肚子有点饿了，让我们开启美食模式吧。用智慧场景辨识模式拍摄食物，会自动侦测为美食模式，在颜色和对比上拍起来会特别鲜明，看起来也更加的好吃。身为吃货的我，不小心多按了几张快门呢。接下来试试看 Xperia 10 Plus 的拍人效果如何吧。我们可以看到拍摄人像的时候呈现自然的肤色，也可以用背景虚化功能拍出美美的景深照片哦。有时候我们可不方便随身带着大相机出门，那如果有像 Xperia 10 Plus 一样万元上下非常好入手而且拍照很好看的手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随时拍出奇迹美照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这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 Sony Mobile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